也就他们仨吧，都一等。这个强点，这个不是啊，这个。哎呦我去，这拾到3000块，差不多吧？啊？起码1000多是能卖，明天早上直接上早市。三哥，赶紧把门关上，大门关上，别让人看着了。那叫那个财不露什么？财不外露啊！对。哎呦，这啥情况啊？这玩意儿，你专业的东西必须得专业的事儿。收拾干净点儿。对，明早好卖呀、啊。哎呦，这一根就得100多。那太得了。这家伙都论等了，看没有？嗯。真带劲。来人。啥事儿啊？这门干啥呀？把门给我开开。啊啊。哎呀妈呀，大门关上了呢。啊，松茸呢？啥松茸啊？咋不踩松茸去了吗？谁说的踩松茸去了？你妈说的，谁说的？早上碰着你妈，你妈说你俩早上去了。啊、没有，那山上哪有我现在都没出的？啊，又没有了。没有。没去还没有啊？去了没有？我俩扯啊，我山上炉子我都架上了，这炭都烧上，马上就等你俩松茸到位了。真没有，不信你上我家，你瞅，哪有？你找吧，来进来看看呗，哪有啊？嗯，人呢？干啥呢？哎，干啥呀？哎，啥呀？不是干啥呀？你们，哎，干啥去？哎，全都拿走了，走，赶紧的，开车赶紧找去。啊，都赖你，真的。赖我干呀？那来了不藏那儿了吗？都。你家这门也白扯呀，你透着门缝儿、啊、看见了，可能是。快，完了，没在这儿啊？咋整吧？这家板石一找遍山也没有。锁门呢，赶紧吧，走，赶紧回村里找找吧，别让他真给吃了。我去。啊，玩呢？赶紧上去，赶紧快，小龙。玩呢，松手吧。跑！干啥呀？干啥呀？你干啥、啊？要吃那个？什么玩意儿？你不海王不就吃的吗？我吃完了。我们耳朵跑没音了。那不是吃，那吃那干啥？不好吃啊！这玩意儿。你咱先说，你先情绪稳定一下吧。你说怎么的？那卖的那吃什么吃？卖谁啊？那玩意儿不好吃。那破玩意儿卖谁？哪早是卖的？哎，轻点儿。值几个钱卖的？轻点儿。我肉啥都买完了，是不是？都你愿意吃这龙？你咱们卖完松茸随便吃一回。咱挑点不好的吃。行，那你回家等着。挑两个断的就行呗。挑完剩给你拿回家去。啥呀？老二，你过来看，这都我刚买的。那也是，那也不，这才几个钱呢，这玩意儿。哎妈呀，那一根松茸就比这贵。咋的？采点松茸，现在说话都这么大了。真的，拿松茸要卖多好。这一块哥们吃点喝点，多少钱？来，咱过来闹一闹。野鸡似的，搁那憋个屁。进来，我上厕所呢。他上厕所呢。我上厕所呢。我拿了。干啥去了？他俩。哎，大哥，太多了，吃不了。吃不了，剩下拿回去行不行？那你先把那好的挑着，咱们吃点破烂也行吧。你安排你大哥就吃破烂，真的。架火去，架烧炭。不是，咱们先挑出来，把那个一会儿咱慢慢挑。你先把炭烧着呢。吃什么着？边吃边挑吧。我不，快！你能不能像个人？你把好的那个先挑出来。你这能卖多少钱啊？刚哎呀妈呀，这里边啊，也就他们仨吧。都一等。这个强点。这个不是啊，这个。这个有点那啥了。那几个好的挑出来，把那破大虫眼儿，这啥给你们拿回家吧。现在混等什么呢？混等，你干啥？你做买卖了？你做这生意了？我咱们也吃不了，就拿出来几个就行。行，你先把火架上，食物都烤，谁能吃了这些啊？还买肉了呢？啊，你去下火去，烤就几个啊。啊，老大，你抱柴火去。我还抱柴火，我这上山腿都老疼了，抱什么柴火？哎，不抱，一会儿。哎哥，我抱。娃儿，啊，你看，咋了？不是你把这大的都整了呢？你要小的你没有留着卖吗？什么小的？人要价呢？这都白瞎了，你吃的了？吃了就不白瞎了，二哥。人家买回去不也是吃？怎么的到最后都一个结果？对，你看咱整的玩意儿。那咱钱呢？多少钱？说。1500。滚。就完，把这几个好的全挑着，剩下破烂的。破烂你啥都啊！现在整点那啥香油、咸盐，直接就能造了，不用烤都。一会儿就吃，该吃吃，没事儿。你俩有任何的不满，一会儿吃完了你俩找我，咱就把这事圆满的解决它。
二哥内向，指定给你俩平了，放心吧。我能差这点儿、啊？大哥既然说平，对，油钱你给我报了一半啊。我让你上高速了，走几道不挺好的？完了，早上5点多钟就去了。是啊，我6点多就听你妈说了，然后7点上你家找你了。去他没人，去他没人。这给我累的，我那油钱不是油钱，不是钱、啊。你都往哪兜了？就都扛着了吧，等我就吃了吧。还留着干啥呀？我这现在是我的了。那留着干啥呀？拿回家给你嫂子煲汤啊。你说整点好的呀？你还有好的给你们吃，我拿点不好的给你嫂子吃。还是没给你们，没给呢。真的，你要早说给嫂子吃，你把那好的留着。对，不，你们回个价，现在你回个价啊，1500太高了，就给200，就一口啊，可能200。你到在外国买玉呢，多少钱？66万，38，呀卖。不是你，我买的不是看看你们要多少，是看我有多少，知道吧？我那包里不知道多些、啊，老妹你取去吧。你说你俩采的，我安排你俩吃着，我还自己花钱买。正常都3000，收你1200，有毛病吗？你好好说吧，多少钱啊？你这就两根好的，你捅楼的话就350。给我挑着，我分点儿，你别给我捅楼，我不要捅楼。你还跟着我捅楼了，我干啥楼啊？我不楼。你让我不会了。你这个我说不会了，我就不楼。你那多些呀，可没有那么多。我也不知道多些，忘了。这才多少钱？这才800啊，800，那能够吗？都亲情价1000了。油钱，不是？那你那兜里那过道费都啊？我再给你拿100过道费。什么兜里呢？行了吧？啊，不是，你那兜里那是你自己钱呐、啊，那红票啊。我就不行有，我就不行有啊。你就密人家，你这份子你也拼呐、啊？你那包过的跑道费是吧？你那包里有多少钱呢？一共我不知道多少钱，忘了。一共就这些，收500，你俩一人250。我跟你俩性格，他说300是油钱过道费。行，那这500辛苦费呗，今天。那我你给我拿200就行了，300给你。啊、我还能差那100块钱，揣着。走，这300到时候我安排你们吃饭。那拿的吧，到时候我直接安排得了吧。我安排是我安排的事儿。你下回你让我去，你去吧，你看看有没有，你去吧。我说你下回，火怎么样了？嗯，没人看呢。妈呢？晚上那这拼碰的这么狠啊？他拼的我不知道。我看最少7张。咋的？老妹儿在那查钱呢，最少7张，看看吧。刚才拼碰拼的。啊，没少挣啊。啥玩意儿？啊？啥？看着了，我都看着了，一张吧，搁那查呢。我们费劲巴力的，刚挣5张。人自己的钱那是。自己的钱，我还不挣有钱了，真有意思。你都穷啥样了？你还不挣有钱？哎呦我有个那个1800，我肯定拼4张往上。这么些人就买这么点串，不是吗？买20个，50个，给我包的。不吃，你吃这。你等会儿那酱多了。没事的，口重。正好我用来转个肉，哎，转肉能行吗？能行。啥条件？这一下子价值就上来了，豪华版了，属于。你之前那一个卖3块，你放，你至少有50大几了。哎呀，干啥呢？来喽！哎，老往这边整烟呐！自己管的呢，我能控制啊。给我拿个串儿啊！你但是没给我沾那串料，一口串。一口酒，天下任我走。哎呦我去，没贼了，有缘分。其实这玩意儿烤都多余，我就夸夸那么吃，直接生造啊。嗯，这个是一会儿出汤。串料给我直接蘸串料吃得了，费劲。啊，烤烤啊，你要直接蘸呢？哎呀，直接这么蘸着吃呗。熟吗？中熟，营养价值都一样，嗷嗷高。挺好，真好啊。嗯，整啊。不带我呢，够不着，冒油的，看直接淌油了，看淌油了，哎呦我妈，这油真的，好这是，好好好，淌油的，快放里头，不行，我也得靠那个炉子进去，要不然这样都能吃不着。没事，觉得了，哎呀，没烤好呢。二哥，你比喻一下，人家就是说国外他怎么吃的那个，一丝一丝那个拿一根，人都是每次就吃那么一点点，皮蛋还小呢都。那么大多大头发丝那么细的放嘴里，咱们多奢侈啊！
证明啥？证明你有钱呢，证明你牛啊。这玩意儿就尝尝鲜就完事儿了，还能炖着吃。他那串料老辣了，有我辣吗？我这小跳臀。大哥，松茸这玩意儿尿酸高，你吃不得。好了好，彻底好了，听不懂吗？那小糖果白吃的啊，你真吃不大得这个。哎呦，真好了，你不用操心了。完了，走红啊。对呀、啊。汤了。那个我已经预定了那个。这个汤多少？嗯，你看我先喝口汤吧。你不吃吗？我喝口汤，我也没吃。哎，我大腿里子啊，全撒了。完了，大裤上了。啥也不是我撒的。你这丝袜吗？这什么裤子？这不能盖都在露了。磨薄了，完了一口汤没喝着，没了。咋整的，二哥？那我就喝这个。那我就吃点肉吧。你敢动了，那今天你就回不去。大哥都躺出来了，躺出来了。你别动。就刚那么一点小丝熬一碗粥就50块钱。对，松茸粥，你们别在这哄抬物价了啊！跟事儿，吃起就吃，吃不起咱不吃就完事儿了。这玩意你得往里边调调口，放点小甜面，鲜亮了。然后你把汤喝，然后你调完就够了。我最近腮帮疼，我只能喝点汤，我吸点汤的。哪边疼？这边疼，可疼。这回哪？快捡起来！这谁也别喝了是吧？这肉我都吃了。没呀，在那儿呢。松茸吃没了，肉还剩着没吃。跟一会儿风干了。那也吃不了，我一会儿就拿回家那个什么了，拿回家我妈让你吃了。那你说你妈了，我再要碗无拿的话，是不是显得我那啥了，格局不够了？吃不了，你这些你动不动就把你妈抬出来了，怎么现在？啊，拿袋。你这道德吧，那你这拉倒吧，哎呀，拿袋，我说拿袋装上，干啥？我还你先我拿屋去啊。哎，我想多了。那晚上上你家喝呗。那不有钱吗？500呢。晚上安排我。那哪开了一个？行，那我也去。我也去。老三安排。行。那不够那哪儿啊？